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去过这个港口。我还是第一次开房车来过这个港口，也不轻车熟路，还不知道咋过，一会儿过去看吧。小车、大车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车小这个是停在哪儿。车过海大车，我应该走大车吧，不然那个肯定过不去。客车、货车的超关车道，房车2.6米，这里写了房车，专门给房车走的。每小时7公里匀速通过。煤气罐都寄存了。你刚查过了吗？啊？你刚过来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出去把那些都寄存了，来之前都寄存了。一个人。关了没？啊？啊，关掉。检查，现在过港了，然后我们要去买票，买票就可以登船。请将车辆开到车道内购票，开到车道内，从哪儿？这个车道，车辆购票取票。那我们是不是车停到这儿？我们拿着身份证、行驶证，看三艘过海的船。我们去对面把票买一下，自助购票区。嘿，小车，自助购票。对，买票了没有？没有，过来买票。这边是不检查核酸的，不用那个核酸报告就可以的。小车415一辆，7座，随车人员41.5块一人，一个车一个人。就是一个车一个司机，是不是21那个？
好了啊。司机加车一共是港口费50，总共是415，然后加上收了，我看多少钱啊，445。这还有一个445，加了一个30元的什么滚装船运输保险啊。可以选择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保险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他会自动给你买这个保险。很多我忘记了，我是之前听到那个车友说过，所以就445。如果你不要那个保险的话，就415。然后我给忘了，忘了那回事了，多花30块钱。不过保险嘛，买了就买吧，安全嘛。然后我们现在过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登船，要排队登船好像。口罩戴上。口罩戴上是吧？对。就一个人吗？对。然后开进去就行了是吧？好了，我们登船喽。那个还要排队，这个先走。哇，这个铁板在晃，这个船在晃，感觉好危险的样子。也是一个房车，我操，这个上面跟减速带一样，太晃了吧！两个在车上待着啊，一会儿见，忍受一下，人要去上边，所以那个不能带狗上去。这里的车都靠到，感觉好近。从哪里上去？从前面直走12楼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船内。看这个大货车，房车好多呀，这会儿都有4台房车了。我们先上楼吧，上去看一下。我们从这个楼梯上去。哇，那个轮船的那个喇叭好吵，声音好大。现在上到2楼，这是游客待的地方。哎，这就是海南了。我们还在这个港口，一会儿就到了，应该挺近的，不是很远。客房上面还有客房，3楼还有咖啡厅，这里是坐人的地方，很多人在这坐着，我们也找个地方坐一下。
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。我们从下边上来了，然后在这个旅客甲板上转一转。3楼是咖啡厅，有偿消费。哎，还搭的有那种木架，感觉还挺有挺吊的。我们到这边看一下这边的风景。三艘大船，好像在这边还看不到海南。这面一圈还都是内地，那边陆地也是内地。今天的海好平静啊，一点浪都没有。下面这个房车看能铺满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了，一个小时的路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下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，我们现在去找我们自己的车，底下全部都是车。哎呀，后面全是大卡车，我们就在那个卡车那边。再给人的距离，感觉过去好困难呀。新地，我们就在这个新地的后边。不知道那俩小家伙在干啥。香儿在这儿。哎呀，好黑呀。我看一下，没有过尿在里面吧。从哪搞的吸管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到车上了。别叫别叫别叫，我们出去再抱啊，先抱一下，先抱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不就一会儿没见吗？咋这么激动呢？我们这只狗疯了。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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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没抱是吧，没抱你是吧，来来来，你也抱一下，不要在后边叫。看这俩都得回到车内，这俩都得抱一下，这激动的，哎呀，别等一会儿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两个傻狗，啊，淡定淡定淡定，一会儿掉下去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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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行了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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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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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干啥呀你俩？啊，别激动别激动，我打了啊。我打了，再激动我打了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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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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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